我一开始抽烟，那那那么在等开始抽烟，对着你孤独。中午是不跟在开始抽烟，多就干干，那那就都出啊，没那那里孤独多就。是个，你们在多在室内，你们在台湾，啊，其实木啦木啦，我们过在外国国的艾瑞克。包括马西马的托普，托普是给大家来说多少，不是个立马看到，莫跟其他里的在这家人过一代度，这个家人如果过在里孤独，莫跟是巴朗的家女在那打个那个人。巴里孤独孤独，在这家室内个是抽烟，没多吃米个来吃，给那个大个大文给马在做温暖保暖个吃饭。这个啊，那么不如多生生你们在台湾好一段的境界。这个什么跟奶奶老不是那也巴里孤独。啊，生啊生啊生，那你们如你们在带多一下槟榔。这个就把那那个木果子对去啊，里孤独的艾瑞克，他们养一种啊，绿色菠萝，这个就吃不了，吃吃样的。啥子吃？你们如你们在跟奶奶，给巴朗的多点是那也个吃一生个是吃样。如果可以有怀念的那个感觉，像比如说听的时候跟着唱啊，让他们去怀念这些老声音，那也是让年轻人学一些，就甚至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阿嬷怎么一天阿公阿嬷一天唱歌那么厉害。不干嘛在多室内，不干嘛在多沙心啊，苏比苏比，这个爱抓个室内室内个是抽烟时，比如嘛，如果我的路线包个对着的城市，拜马巴村，伊嘛在伊多吉那都都冷，这个在那巴村那啥个对桥发工。我今天很难得就是听到我父亲，听到他自己的声音，亲自在唱他自己喜欢的歌曲，所以刚才听了真的是很想要掉眼泪，很激动。很激动，因为这些歌我都曾经参与过。哎呦哎呦耶，嘿呦耶，嘿呀！这个叫边的孤独的夜晚，他们几个几个人开始抽烟，多着啊，但是现在室内比么子更难冷。这个哎叫把室内也是么更难冷，对着的孤独，啊，可么是么子搞出的，啊，可么是那晚，伊么子叫瓦里，看那路那更难冷，啊，不是为的，是在路里么子搞零故意太巴冷么更难冷。这个就那么不如多还是生个那叫发工，我来那是么不正儿，多在室内开始抽烟。这个哎叫我搞点人在那在室内，我来么个也不叫我个呀。Jaga nanti munya napati kayo.